中秋的三天连假即将在周五要登场，不过国内 BA.5 疫情升温，指挥中心估计了明后两天可能单日确诊数会破4万例，也让不少民众担忧，这样还能烤肉吗？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则提醒了，不要跟不特定对象、没有打疫苗的高风险族群等等4种人一起烤肉。面对接下来的疫情，指挥中心预测了本周增加幅度大约会落在17%。如果符合预期，代表疫情有可能已经接近高峰，而且有趋缓的趋势。但是如果增幅比上周来得高，则显示疫情还在上升的阶段。肥滋滋的烤乳猪不停翻转，再刷上酱汁，咸香风味，肉感十足。中秋三天连假即将在周五登场，但国内 BA.5 疫情升温，重症专科医师黄轩特别提醒，要烤肉可以，但千万不要跟4种人一起烤，包含不特定人士、没打疫苗的高危险族群。毕竟我国光是上周累计确诊数就比前一周增加23.1%，指挥中心更预估本周增加幅度大约落在17%。如果符合预期，代表疫情可能已经接近高峰，而且有趋缓趋势。如果增幅比上周的2-3% 还要高，就代表疫情仍在上升阶段。增幅呢，其实只能当参考，它有一个一定的误差范围。统计人数呢，会受到黑数的影响。那黑数其实决定于很多民众他要不要去跟你通报。除了黑数，医师黄轩也发现，新冠病毒潜伏期也越来越短，像是 BA.5 病毒缩短到只有2天，代表会加速病毒传播率。医师沈正南也以葡萄牙经验推估台湾的疫情发展，看葡萄牙 BA.1、BA.2 的疫情高峰发生在今年1月中下旬，最高点来到6万左右。台湾则发生在5月中下旬，数目将近10万。因此推估我国 BA.5 的高峰会出现在9月中下旬，单日大约6万例。当然是当作参考之用，毕竟国情不同，还有台湾人口密度比较高，其实5到8万之间这个人数其实都有可能。除了没有感染过的民众要注意，由于感染 BA.1、BA.2 对于 BA.5 的保护力大约是75.3%，有医师预估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再感染几率，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记者陈建国特报道。